甩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居然敢这么说年年，我揍死你！你敢说你放手？放手！放开！我没有叫你欺负年年，我饶了你！放手！你收狗的！你的人被欺负了，你管不管？我的人被欺负了，哪儿呢？弄死你们俩！我啊！你干什么？我弄死你们俩！放手啊！你又发什么疯啊？你们跟我们道歉！算了，和两个酒鬼纠缠什么？走吧。你等一下。你这是我替酒保打的，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是你不应该把他丢在那边。温宁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去追你，离了我谁要你啊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新男朋友。你居然背叛我！渣男白宇是你？对，就是他。是的。你干什么？昨日是你摔的。摔什么？家吧，阿宇，你没事吧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？我竟然召唤出了游戏里的大魔头。